那你现在因为血压不断升高，面色儿涨得通红，身体不断的抽搐，而且脸部也在越来越狰狞，很……你还是不是人呀？你怎么这么安慰人啊？我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说我丑？你要是觉得我丑，你可以不安慰我呀。 你在这儿，为什么说我丑，侮辱我？别哭啊！ 乖，别哭了，我在，有我在呢，别哭啊。